放学啦，给我吃一点鸡翅吧。好的。哎呀，我走了。你不玩不啦？不玩了。我今天我们家里有一件大事，我快去看看。姑姑，哎，我的年糕，你吃不吃？我不吃。不吃，那我可走了。啊？舅舅，你今天下地怎么样了？我没去。叮叮叮。啊？为啥？为啥啊？又没钱了呗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自从我来你这儿，连糖糖身上穿的、手里拿的、嘴里吃的，哪个不是我给他买的呀？这都给你承担了。这是干嘛去的？这楼都给你过了吧？嗯，哥，把这气。好，打饭打饭，屁股就疼。等我好消息。小朋友，我随便回来了。好，这是完成任务。爸爸，你的小龙虾怎么卖的？21斤，小朋友你要几斤啊？你的小龙虾新鲜吗？要不我把手机放里试一下，你看看。可能三姐，等第一点忙好吧。好啊，你以后常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他总是耶。去把你们的水都冲干净啊！是不是没水了？你真会过日子。不过日子不行呀。小龙虾上桌了。回来了。哇，好香呀！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小龙虾的？没个对象就可以了。也没有跟你扒虾，你可以。哎，别吃了吧。没对象还不让吃了？啊！哎，舅舅，这样吧，你说这个小龙虾是节肢动物还是小节动物？他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是节肢动物呀！你真笨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幼儿园吧？我去干嘛呀？你可以没有钱，但是你我们没有玩过，要不然你怎么敢睡觉？老板，来两个橘子。好的，你这两天去干什么去了？我怎么好几天都没看见你了？学什么英语啊？难道我长大了，我是中国人了吗？说不定以后你出国就能用得上呢。我为什么要出国？我们中国这么大，他不够我带吗？以后外国人来咱中国，你也能用得上呢。他来我们中国，不得说些什么呢？得说中国话。嗯，也是这么个理儿。拿你的石榴好了。那我就不留了，谢谢。那你不玩会儿啦？不玩会儿了，我回去还要学英语呢。哎呦我的妈！